三重捐血室最近搬迁新址，新环境有全国首创的 3D 立体壁画，优美舒适，希望民众来到这里能够放松，晚受捐血。舒适微黄灯光与悠闲气氛，这里是台湾血疫基金会与三重的捐血室。原捐血室在陪伴三重人近20年后决定搬迁，改到重新路四段12号的这栋大楼内。因为我们原本的环境它是比较那边是比较狭窄，那这边是比较宽敞。那停车方面呢，我们后面有停车场，其实对停车来说，交通方面就是对其他捐血人来说其实是更方便。新的三重捐血室不仅明亮宽敞，一旁还有咖啡与小点心供应给捐血人，另外墙上的图案也以 3D 立体壁画装饰，让人一看就好放松。这个是海洋风啊，然后这个呢应该都是属于比较海洋，然后这个让捐血人看了就会觉得神清气爽，捐血对身体比较好啊。就这样，对对，差不多原则上一年都是捐四次啊五次吧，因为每次都是捐500cc 啊。新三重捐血室动线好，空间大，交通也更便利，基金会也希望新环境能吸引更多朋友一起加入捐血的行列。记者方继凯带华三重采访报道。